阿姨，我们准备结婚了。有车吗？没有。有房吗？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东东一个好的未来。我没车没房，估计连彩礼你都拿不出来。你凭什么让我的女儿不吃苦？妈，当初你和东东在一起，我就不同意跟你在一起，就是白白耽误他的时间。妈，您说这些干什么？撞撞是神仙啊！我的真心能当饭吃吗？没有物质的婚姻就像是一盘散沙，不用风吹，走两步就散了。 房子是最基本的保障，如果连房子都没有，你们俩的事情免谈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给东东一个好的未来，房子也是会有的。你努力？你怎么努力？你跟东东结了婚，就住在出租屋，生了孩子也住在出租屋，你的努力能当饭吃吗？妈，别说了。说实话，东东的前男友阿豪可是超凡集团的副总，他说了，只要东东愿意跟他在一起。 市中心300米的房子随便东东选，你能给吗？妈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都是为你好，你跟这个穷小子能有幸福吗？一辈子住在出租屋吗？妈，壮壮爱我，虽然他没钱，但是我也爱他，我们会把生活努力过好。好，你的翅膀硬了，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女儿。妈。 睡不着，哎，我抱你睡，你看你最近熬夜，状态都变差了，快睡吧。今日份的小惊喜，你怎么买这个呀？放在家里没几天就败了，真浪费。哪里浪费了？你看这花多配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啊。今天又不是什么日子，这个一看就不便宜，退了吧。我升职了，工资是平时的2倍呢，我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房子，真的。 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啦。哇，这还是汤臣倍健YF次干小粉瓶哎，我收藏好久的。嗯，你之前不是一直在喝吗？为了帮我省钱，现在连胶原蛋白都不舍得自己买，那还不是为了我们两个的未来吗？这还是升级版哎，这样要喝，当然要喝更好的。我听说这个里面的星辰分 GHS 可厉害了，它和大牌面霜里面的波斯因侵入姐妹，汤臣倍健研究出了8年的胶原蛋白肽，才升级出的黑科技配置，这么厉害。 还不止这些，他还有5000毫克的小分子肽，搭配了监狱心脏提取的弹性蛋白，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，喝多少回报多少。那我得好好努力了，给你囤满一柜子的安全感。有你真好，那我明天去买菜庆祝一下。听说你要结婚了，让开。你那个男朋友一个月工资撑死了也就6000多，想在这座城市买套房子，你知道要多久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我在市中心给你买了套300平米的大平层，算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了。谁让你是我最喜欢的前女友？我要回家了。哎，你别急着走啊！只要你答应陪我去海南度假3天，这套房子就归你了。我回来啦。 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我看到你和你前男友在楼下了。东东，我想了一下，不用你陪我3天了。你明天9点来我家里陪我2个小时就行。只有空间，只有快乐啊，直到现实。 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那家早餐。夏东东，你可认我好久，表姐。 你也来买包子啊？这是请柬，我老公现在是慕氏集团的高管，要去参加一个高端的宴会，我来请你啊！那聚会上人才济济的，你也可以钓一个金龟婿呀、啊！你能卖一辈子的，哼！卖包子啦，卖包子啦，新鲜的包子。
我来接你回家了，老婆。夏冬冬，你还真结婚了，还找了这么一个穷小子，难怪都不请我们这些亲戚喝喜酒。走开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请柬是吧？我肯定去。土包子。别生气了，老婆。顾总，有个宴会需要你参加一下。放心，我知道了。卖包子啦！哎，没生气了，你试试看这个衣服。 我专门找设计师设计的，你等。谢谢，那卖完我回家。好，这个月我们赚了3万多，下个月再努努力就能开下一家分店。看来以后要夏老板养我了。看我心情吧。啊，我来姨妈了，我这个月太忙了，忘记算时间了。我知道你姨妈气啊，很容易犯的，也不会让我给你洗贴身衣物，所以我给你买了这个一次性内裤。哇。 好染好滑呀，跟我平时穿的莫代尔内裤很像哎，不像我以前的那些一次性内裤，又粗糙还容易破，还会掉棉絮。这个我这么用力拽也没有掉絮，这好东西，质量就是不一样。这是德友一次性内裤，它用的是天然的优可丝面，触感就会柔软光滑，每一代都是 EU 灭菌独立包装，安全卫生，打开袋子就可以直接穿，没有荧光剂、增白剂，随穿随扔，很适合泛滥。你怎么才来？那个干嘛？赶紧去添酒。 夏冬冬，我让你来参加宴会，你来当服务员啊？老公，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一把年纪还没人要的表妹夏冬冬。哎，老公，我记得你不是有个朋友刚50岁还单身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介绍给冬冬啊，虽然身体有点不好，但冬冬应该不会介意的。装什么大尾巴狼呀？这么好的男人。 你还是留给你自己。我以为是谁呀？原来是你呀！哎，莫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我来。穆氏的宴会，我和我太太当然要亲自出席。哎呀，哎，莫总，您看您是礼万机的，今日居然能得见您和夫人，真是万分荣幸啊！你太太这个包看着不平。我记得你是去年才升财务总监的。 哎，那还不全凭穆总您的赏识吗？看来我得好好让人查查你的账。不是啊，穆总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跟公司法我好好谈。走吧，小明天早上还要出发。都是你这个女人害的！跟我谈恋爱出来相亲，可恶！ 完蛋，认错人了。这是……宝贝，别生气了，我错了。可恶，有女朋友还出来相亲。姐妹，听一句劝，信男人的话，倒霉一辈子。对不起啊，我认错人了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这样像没事吗？ 嗯，那你要不用这个洗洗它的控油清洁能力很强，香槟色的质地很好推开。你闻，还有一股清爽的绿苔香，它里面还添加了，它里面有菩提紫金萃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它叫地球主义控油去屑净澈洗发水，采用第4代微乳化清洁技术，搭配自然植物清洁表活，菩提紫金萃，不管是头油、头屑还是其他污垢，都能轻松洗干净，并且还很温和亲肤。你好了解？难道你们家是种菩提的？ 我家确实有10万亩菩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只帮你接到了服务员的衣服，这个衣服先帮你洗了，我先走了。穆总，这一下老板那边怎么交代？本来就是我爸非要安排相亲的，这不正好吗？哦，对了，刚刚王经理打电话过来，想请您赏光去参加他女儿露露的婚礼。再说吧。难道是情报有误？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还没和那小模特分手啊？妈。 他就是个提款机，操心他干嘛？你赶紧把他给我甩了。
你和露露的事才刚定下来，让他知道可不得了了。人家爸爸是牧师集团高管，还想不想进牧师了？再说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你既然这么看不起我，那当初花我钱的时候怎么不说？就你挣的那点够干什么的？夏冬冬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带别的女生见你妈妈，我当女朋友的最后一个知道，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不瞒你，我马上就要和露露结婚了，你根本就配不上。结婚？那我算什么？你敢打我？可恶，我要和你分手。我早就想和你分手了，我告诉你，娶了你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娶了陆，我可以进入陆氏集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一个小服务员在这里逞什么能？给他道歉。道歉？你就是一个小服务员，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丢了工作？这是我们的事儿，你别牵扯别人进来。行，那我也懒得跟你废话。下个月我和露露就要结婚了，你可一定要，我就是要看别人比你优秀多少。你没事吧？